来自马修沃德的高我信息。关于2024年3月消息，世界被彻底颠覆，摆脱了黑暗元素。即将发生的事，对志工的帮助，自爱、使命、情感包袱，普遍和宇宙正义。我是马修，仅代表这一站所有人们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们不时提到即将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将使地球上大多数人感到震惊。如果有哪个时期可以被认为是最戏剧性的，因为世界被彻底颠覆，摆脱了黑暗元素，那么这个时期就是你们地平线附近的时期。与令人震惊的启示相结合，能量浪涌将激活古老的门户，并将其锚定为星际信标。志工们欢迎并觉得充满活力的不寻常活动，将使地球上的人们感到困惑和恐惧。随着未来几个月真相的浮出水面，信徒和非信徒都需要稳定下来。你不仅在思想、身体和精神上有力量，将他们扛在肩上，可以说你就是那种力量，亲爱的心，还有更多更多，你只需要相信你就是这样。尽管如此，你们仍然无法独自提升整个文明。许多上帝的无数使者、天使、精神导师、你在精神世界中的亲人、来自地球外文明和地心地球的灵魂，以及外星特种部队，也想参与其中。大多数人是看不见的，但你会感觉到他们的能量与你的能量融合在一起，你们将共同产生一场爱的高震动海啸，这将有助于稳定民众。即将到来的发展将改变地球上每个灵魂的生活，这些变化将使整个宇宙受益。当混乱被平息，你们疲惫的世界重新焕发活力时，第四密度的清理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了。如果我们被要求提供一份该任务的准备清单，那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爱自己。这不是虚荣或自私，而是知道你比个性、性格、才能、技能和成就无限伟大。你是由神圣的慈爱的造物主源头爱光能量构成的强大的多维度不朽灵魂。爱自己就是承认你是这个宇宙至高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与地球上及其他地方的所有其他生命有着积极的联系。爱自己就是尊重你的神圣或女神自我，在光明中坚定不移，在一项困难而重要的使命中坚持不懈。你们选择帮助地球人民将自己从黑暗中解放出来，并记住他们是上帝的面向，也是我们宇宙大家庭的成员。激发他们对自己是谁的内在意识需要你以身作则，而自爱是确定和舒适地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爱自己，尊重自己，善待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甩掉情感包袱。在地球的潜在能量场中，无数看起来像厚厚蜘蛛网的飘忽不定的流线与强劲的流线相伴而行。如果这些蛛网是列印出来的，他们就会是这样的语句：我永远做不到像他们做的那么好。再一次尝试只会以失败告终。我很生气，但不该把部分责任归咎于他。他们知道我应该得到他们给那个新人的工作。我会报复他的，如果这是我做的最后一件事的话。我怎么能弥补我所做的一切呢？自我怀疑、愤怒、罪恶感、怨恨、嫉妒、悔恨和其他低振动情绪对心灵和思想造成可怕的负担。如果你背负着这样的负担，请放下它。不要让过去决定未来。
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补偿和赔补，设定一个现实的目标，并采取坚定的步骤来实现它。在团队项目中付出最大努力，不要拿你的成就与别人的成就进行比较，并像我们爱你一样爱你自己。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对疫苗和其他强制规定的意见分歧，其他规定的两极分化观点，家庭内部和朋友之间产生了隔阂，这也是大流行病造成的众多可悲影响之一。请不要让地球历史上的这黑暗篇章继续破坏下去。换句话说，治愈创伤和恢复爱的关系，可以透过宽恕硬币的两面来实现。原谅伤害过你的人，在向你伤害过的人衷心道歉的同时，原谅自己造成的伤害。仔细思考和语言将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言语、思想、口语、听到、阅读和书写，会在整个频谱范围内产生震动。你所想、所感、所做的一切都是如此。如果你的决定轻轻地拉动你的心弦，就好像在说“好”，这种感觉就证实了你的选择符合你的灵魂契约。例如，大多数人喜欢亲近大自然，并做一些带来微笑和欢笑的事情，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轻松感觉的能量与你的使命是一致的。当它流向世界上最需要爱光力量的任何地方时，它的高振动会触及附近的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以及如何，你的存在正在帮助地球人民觉醒并受到启发，去改变他们的世界。最近我妈妈被要求问我们，宇宙中有多少灵魂呢？我们回答说，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提问者能理解那么大的量吗？深思熟虑、好奇心强的人是值得钦佩的，但是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会为生活增添欢乐或兴奋，或者增强对他人的帮助呢？我们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很高兴知道什么可以帮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什么不会带来任何价值。偶尔考虑一下这一点有助于保持最佳状态。马修说，他们在几个国家的一些主要黑暗参与者已被处决，你们所在站的灵魂如何调和对判处个人死刑的司法系统的敬重和尊重所有生命，不评判任何人，感到同情和同理心的精神教义，并请求宽恕。我们并不是试图调和这些系统和教义，相反，我们将它们视为截然不同的实体来评估。我们毫无保留地尊重神圣的教义，但我们不能尊重你们的司法系统。我们看到错误的判决会促进政治利益或排除反对派。私人经营的监狱里关押的都是违法行为极少的人，而无辜的人却因为辩护不当或为了保护那些可以透过贿赂、勒索或威胁获得自由的罪犯而被关进监狱。这些普遍的情况将会改变。我们希望在上面引用的评论中解决执行问题。前阵子有读者问我们关于合法杀人的问题，我们留言回应。妈妈，请插入我们回复的相关部分。如果犯下反人类罪的人被关进监狱，你们世界上的黑暗就无法完全熄灭。策划和实施大流行病，参与性贩卖和恋童癖，参与撒旦仪式或犯下其他暴行的人都是黑暗的傀儡。只要他们还生活在地球上，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就会继续产生最低级的震动。震动，无论高低，都具有传染性。很容易看出欢乐和笑声的高涨气氛传播得有多快。
只有在为时已晚，无法扭转其破坏性质进程之后，低振动的传播才会变得明显。这就是为什么黑暗势力能够消灭其他世界的文明并毁灭整个星球。这就是为什么这股力量两次能够接管你们世界的古代文明，并且在很久以后将地球送入第三密度深处。盖亚，地球母亲，不希望这种事再发生。2022年11月1日，谢谢妈妈。当黑暗再次在地球上变得危险时，上帝授权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大量的光注入，数以百万计的光之工作者、志愿者和外星特种部队是这项巨大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结束被黑暗吞噬的个体的肉体生命。第三密度物体只是一次转世的载体，所以让我们谈谈他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一个人的以太体和一切使他们独一无二的东西，智力、知识、个性、性格、态度、兴趣和才能，自动被吸引到涅槃的水平，其中的能量与人一生中自由意志行动的能量相同。在那个特定层面上的生活是可以被认为是普遍正义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生命印记评论，一部终生的电影，其中包括了这个人的生命所触及的每个灵魂的确切感受。在过渡到精神生活后不久进行的回顾，对于那些一生能量反映了他们善良、体贴、乐于助人的关怀本性的人来说，是一次令人满意的经历，并且他们水平上的生活是奇妙的。黑暗傀儡的能量将他们吸引到一个微小的球体上，该球体与灵活的多层的涅槃分开，并且其成分如此密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脱。那里的生命印记评论是没完没了，令人痛苦的是对这些人造成的巨大死亡和痛苦的终生重演。因为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厌恶，所以只有可以成为他们拯救恩典的火花才是可见的。如果他们接受火花，就会提供更多的光，如果接受了，就会提供智慧的光，直到有足够的意识让生命从头开始。灵魂以一种本能的发挥作用的形式体现，没有智力或记忆来影响行动，从原始水平进步到一个思考、推理、负责任的个体可能需要数千年的时间。最终的正义是宇宙的。我们被告知，造物主源头期望他的所有创造物都是快乐的、建设性的、活跃的，所以他也能体验到这一点。在最古老的一段时间内，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路西法和他的追随者开始胡作非为，从那时起，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在每一个转世中造成巨大的痛苦、屠杀和行星毁灭。他们一直拒绝至高无上的神圣恩典，而唯一能阻止他们的办法就是转化他们的能量。然而，与所有其他灵魂一样，他们也是造物主的精髓。只有造物主才有足够的力量来处理造物中成为彻头彻尾的恶人的灵魂。造物主透过熄灭所有的意识和记忆来净化他们的能量，然后造物主将爱光的本质拉回自己身上。完全公正、中立的普遍和宇宙正义体系的存在，不会降低你们精神教义的价值丝毫。他们的光芒有助于在精神上和意识上引导社会，随着他们的进步，司法系统将开始公正地为每个人服务，监禁将不断减少，直到犯罪行为停止。当文明在第五密度蓬勃发展时，地球精神世界的一个独立部分的微小球体将不再被需要，
并且将远离地球和涅槃。亲爱的人们，在即将到来的动荡的另一边，地球和他，地球母亲的文明的未来正在闪耀。他们的进步将持续下去，直到出现统一意识，并且地球闪耀着爱、欢乐、和谐与繁荣的震动。如果你继续前进，无论你身在何处，你都可以看到那个辉煌的世界，并感受到你帮助你的地球家庭显现它的巨大成就感。这个宇宙中所有光明的灵魂都在为你加油，并用无条件的爱的力量支持你。爱与和平。马修·沃德 Susan Ward。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